哎呀，好无聊呀。糟糕，绿巨人和蜘蛛侠来了，快攻击。还来，继续攻击。哎呀，等等，王僵尸，我们是专门来给您送玩具的。哇哦，居然真的有玩具，那我就先不攻击你们了。那王僵尸，你先玩着，我们就先撤了。那我来看看这是什么玩具吧。丹丹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款玩具，是钢铁飞龙的烈焰刃王。它呢是可以从机甲模式转变为武器模式的哦，后面呢就是变形后的样子，哇，看得好帅呀。当当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，就是烈焰刃王的机甲模式啦。哇，这也太帅了吧，手里还拿着一把剑的武器，显得十分的霸气。哇哦，不错呀。而且他还身穿红色的铠甲，哇，这也太帅了吧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把它变形武器模式吧。当当，变形完成，现在呢就是烈焰轩辕剑的形态了。哇，这也太酷了吧。这边呢还有一个红色的宝石，那我们现在再把它变回机甲模式吧。最后一步啦，再把他的武器装上。当当，现在又变回了烈焰刃王的机甲模式了。哇，感觉变形后更加的帅气呢。哇哦，不错呀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二款玩具，这款呢就是钢铁飞龙中的疾风刃王。现在呢就是他的疾风贯日枪形态了，反面呢就是变形前后的样子了。哇，这也太帅了吧。Cool.那我们赶紧拆开看看吧。当当，现在呢就是疾风贯日枪形态了，快看枪的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宝石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把它变形机甲模式吧。当当，变形完成，现在呢就是疾风刃王的机甲模式了。哇，这也太酷了吧。手的两面呢还有他的专属武器，胸前呢还有一个超大的胸甲。好啦，小伙伴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，下期还会有超多好玩的玩具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